教父余生，太符合我余生不知处的余生。我本人有什么？我本人有的大家应该都有吧？我有房子，有吧？我有房子。各大人没有？不是，不是。我有，我租的。一哥，你想想你有什么？不是我，我有什么？你想想你有什么是他们没有的？啊，我有果果。好，那陈宇老师虽然带上了，陈宇老师虽然带上了，但是还得唱。还得唱。如果再见不能红着脸，是否还能红着眼 ？OK。就像那年匆匆我们，许下的那愿。是吧？是，好。不好意思，好，谢谢你们的。谢谢。那陈宇老师通关了，我们眼镜可以取下来了。那不去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的雨熙老师要在这个里边换一个。为什么这次都是运气不太好，把这些东西都给抢了？